昨天跟你讲的这款最爱女人 RPG 是这样的，嗯，我们写这个企划的原企划，它本身，我是真爱。你还好吗？没事没事，你一定是我助理哈。我们刚才在聊什么？我是说，写这款企划的原企划，它本身比较没有经验，所以我可以。什么叫做没经验？重点是有没有心。更何况吕人是你的学长，哎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他啊？你跟我学长很熟是吗？我的意思是我希望能够尊重原创作者，他一定能够把这个企划案做好做满的。当然我相信他会做好。那什么都不用再说了，我相信等他总之就是这个版本好了之后我们再来细谈，可以吗？虫子，目前照你意思是没有问题啦。太好了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没事吧？小心一点。嗯，这高跟鞋也太难走了吧？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？哎呀！尤老板。那款最爱女人 RPG 看起来很好玩耶，有郑小姐代言一定很不错的。那当然啊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希望这款游戏能够由吕人来策划。如果这是郑小姐希望的，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。是真的吗？太好了，谢谢。老板慢走。都不打招呼的啊。总经理好。我第一次听你叫我总经理，你怎么认识吕人的？我认识他吗？蛮熟的啊。总经理行程很多，还要去个地方，最后跟总经理有约。为什么？我跟他约什么东西啊？至少让我换个鞋吧。Hello， 真爱小姐，好久不见呢！哎，怎么这么久都没有看到你出现啊？我跟你说，最近呢，我们诊所引进了一台最新的仪器，就是可以让你啊躺着都可以轻松游泳马甲线哦。夏令要到了，我跟你说，你绝对要好好来试试看。那我们里面请。哎，我到 SS 级来干嘛来？什么是 SS 级呢？对 ，SS 级你都不知道？棒球术语。你什么时候在玩棒球？那你说啊。我全身上下哪里是假的？你全身有地方是真的吗？啊，都是假的？那会痛吗？你每次都很舒服的。太爽了。什么？啊？什么什么？啊，我是说，当女人真好。
因为我最喜欢见到你的笑容。先不要。那你愿意为了我离婚吗？宝贝儿，你脑子进水了。上回不是说过不提这件事吗？哎，所以你只把我当情妇啊？你在我心里有一个非常重要、独一无二的位置。没有我，你的事业不会比现在更好。嗯？小淘气。原来，太美的女人离真爱这么遥远哦。嗯，啊，话说，真爱住在哪里啊？啊！亲爱的，昨天你太生气了，连包包都忘了拿，我特别给你送过来了。你只懂得拿包包换包包吗？都已经有老婆的人还这样，对吗？哎哎，我们先上车再说吧。你平常到底怎么对我的？亲爱的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奇怪？我们平常不都这样的吗？不是嘛？你爱我哪里？我想知道。200%，真心不骗，爱你，全身都爱。我不懂，既然你那么爱真爱，那么爱我，为什么却又不愿意离婚？哎，我应该比你老婆挣100倍吧？啊，算了，一直鬼打墙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，真搞不懂你这些男人。好，我证明给你看。好啊，你证明给我看啊。翟先生您好，跟你介绍一下这一款，它目前是最新的，是山茶花。那山茶花的花语，亲爱的，在。张小姐您好，目前呢是我们店里最大气也最符合张小姐您的气质的饰品了，请你过目一下。怎么样？喜欢哪个就试试，是喜欢的，我们就买。这个就是你所谓的证明啊？是啊，200%，真心不骗。那要是这个我也喜欢哦，还有这个真的全部都喜欢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全都包起来啊。好，没问题，马上帮两位开保证书。这个，好，没问题，都全包起来。这些珠宝首饰有保证书，爱情就没有保证书。你花那么多钱有意义吗？我对你的真心，可以由一张一张的保证书保证。喂，
知道。亲爱的，我们差不多要过去了，东西他们会送到你那去的。去哪？计划的事啊，今天求子会正式跟你提报，给我忘记了。这款最爱女人 RPG 是一款校园纯爱后宫的攻略 game， 我们可以在四个截然不同的角色里。这不是旅人计划吗？是。你在乱弄什么东西啊？你是主管又怎么样？就可以乱改他的原创吗？张爱小姐，旅人的计划不行啊。我昨天不就说了吗？这个计划一定要旅人来做，你们都不听嘛？那就不要合作。郑小姐，我想你跟我们公司那个同事旅人很熟，可是我信任求子，如果求子觉得这个计划有问题，我会尊重他的判断。不然你们先坐下。刘老板，要是这个计划由旅人来做，那么我会给你一点好处的啊。你们先想给我爸什么好处啊？不要意思。不是说好约晚一点吗？你怎么跑来了？是要多晚？等到都长青苔了，跟婊子说话，比自己女儿重要就对了。永婷，小妹妹，大人在谈事情，你不要来乱可以吗？还有，一直叫别人婊子很没礼貌哎，你这样突然跑进来乱叫，不也是小婊子吗？郑小姐，虽然你是我公司的代言人，但是请你不要骂我女儿。你家走，老板，我会叫你不要走吗？你乱改我的计划，我还没跟你讲清楚。郑小姐，我该说的已经说完了。分辨计划案的好坏是我的工作、我的专业、我的责任。如果旅人做得比我好，那这个位置应该是由他来做，不是吗？上来。